首先俾大家試一試呢款叮叮食物，係四川麻辣擔擔拌麵，佢加入咗特製鬼椒粉，鬼辣程度有四粒星，好辣喎！花生醬味好濃，睇落個樣唔係好辣，但係食落去真係幾辣。第二款要試嘅咧係公仔鬼辣川香辣雞尾湯麵，鬼辣程度同樣都係四粒星。我覺得食落咧真係似口水雞嘅味。哇！個湯越飲越辣啦，個湯咧又香又麻，辣度咧啱啱好。今次大家要試嘅咧係呢個鬼辣程度有五粒星嘅四川麻辣牛肉拌麵，佢嘅麻辣醬汁都有秘製鬼椒粉喺入邊㗎，好勁啊！每一啖都充滿住啲麻辣味。好好吃，烤牛肉都好正。除了公仔鬼辣三款新产品之外，另外还有即食炒面、烧卖等的三款产品，各有不同辣度，现在已经在各大指定超市或者便利店有售了。各位喜欢吃辣的朋友快点挑战吧。